大家好，我今天呃是介绍一下，呃，就是去年九月份发布的这个 OpenAI 发布的一个叫 Whisper 的一个语音识别模型。那、呃、今天那语音识别的专家也很多吧，估计这个模型大概也都知道。呃，主要是也给那个可能对语音不太熟悉的一些，想那个对语音啊有一些探索啊，有一些呃自己的一些开始的一些研究啊、钻研的一些，呃，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还算最近比较火的一个模型嘛。 然后这个 Whisper 这个模型嘛，它是 OpenAI 发布的，然后它的论文也写出来了，它是呃中文就是通过大规模弱监督学习，呃弱监督实现鲁棒语音识别，就这么一个名字。然后呢，它的代码的都是开源的，然后呃这就方便我们去学习。然后呃它的优点呢，就是说它说它它的这个训练呢是一个呃预训练的过程，它预训练的这个。 呃，模型呢拿出来以后，就在不微调的情况下呢，就可以在很多的数据集上能达到一个呃完全监督学习的一个跟他们那些结果是相媲美的。然后它的一些呃测试出来的这个鲁棒性啊，还有一些它的正确率啊，都是还算接近人类水平的。然后它这个模型发布出来，它其实对比了之前的一个 Facebook 发布的一个叫 w a v e o v e c 的2.0的一个模型。然后我们接下来是也介绍一下。 这个 v e b t o w e 二2.0的这个模型呢，它是采用了无监督学习，然后再进行一个微调的这么一个策略。然后它基本上它的呃思路呢是跟那个 BERT 是一致的。就是如果大家熟悉那个做 NLP 的，或者是大家知道 BERT 的话，就就知道 BERT 就是用大量的文字去做一个呃无监督学习的一个预训练。它的那个策略就是说，就把中间的一个 frame 挡住，然后输到那个它用的是一个 transformer。 啊，右右就是右边这个图嘛，把这把中间那个挡住，然后呃用上下文的这这这些呃信息去在输出端那边去预测这个呃本来呃去预测这个输出，让它跟这个输入端是完全一致，是做这件事事情。然后他这样做的话，就是可以完全就不需要知道这个标签儿，然后呃所以说就完全可以用无监督学习的方式，然后不知道标签儿就可以用大量的这种无标签儿的这种数据。 然后语音这个 v a v e o v a c 二点零呢，也是采用这种思路。嗯，因为它的优点呢，所以就是说它可以用大量的数据去训练一个性能非常优秀的一个，相当于是一个声学的一个编码器，就是性特征提取的一个一个编码器。然后呢，呃，同时它因为它不需要数据打标签，所以语音识别里边是一个非常，嗯，打标签这件事是一个非常耗钱、耗时间的这么一项一项工作。 所以说，它可以使用大量的这种呃呃没有标签的数据。比如说，我知道很多呃企业里面大概是用几千小时的吧，大概应该这个水平。我我也问过几家企业，是几千个小时的数据里的去做训练它的模型。但是就是比如说 v i t w o v a c 这种呃呃模型呢，它就又可以用呃比如说最最多的是有一百万小时以上的模型去训练，所以就数据可以用很多。 然后，呃，反过来看这个 Whisper 呢，它跟嗯、呃、v a v e 2 v e c 的有一个不同的地方，就是 Wave2Vec 是无监督，然后它是用弱监督，然后它还之后呃中间还包含了一个多任务的一个学习，这个是它跟 Wave2Vec 不同的地方。然后弱监督学习大家可能也都知道，就是用一些有限的、含有噪音的或者是一些呃标注并不准确的数据，然后进行这个模型的训练。然后这个 Whisper 它用了一些呃网络数据吧，还有一些 AudioBook 的一些。 呃，它有一些有人朗读的这些数据，还有，然后它那 audiobook 本来也都是有文字嘛，然后还有一些 podcast 是有文字的，然后 YouTube 上面也有一些是有也有声音也有文字，所以它大概用了这些这些数据，嗯、呃，也也有可能，之所以它是用了这么比较广泛的一个数据对吧，而且他它的这些数据，比如说 YouTube audiobook 他们这些可能是呃话题啊和它的的数据的这个覆盖范围其实是领域是非常广泛的。 这这可能也是它的一个鲁邦达达到它这个鲁邦性的一个原因吧。然后同时呢，他还做了一个多任务学习。然后多任务学习大家应该也都知道，就是迁移学习这边经常讲的好多任务，呃，去学一起学习，然后改善其中某一个模型的效果。然后呢，它里边采用的任务呢是采用了语音识别，还有这个语音翻译，还有那个语音端点检测，也就是说哪一块是哪一块是有有语音，哪块没有语音。然后还有是语种识别。 然后简单对比一下这个这个 Wave to w a v k 跟 Whisper，他们都用了很多数据嘛？但究竟用了多少呢？Wave v to w a v k 的话，现在有两个发出来的论文，一个是谷歌的，一个是 Facebook 它原来的那个原版的那个论文。谷歌是最多用了一百万个小时的语音数据，然后呢，呃，Facebook 是用了四十三点六万个小时语音数据，其中涵涵盖了一百二十八种语言嘛。然后 Whisper 呢，它是用了六十八万个小时的语音数据。 然后其其中还有一些细分的，比如说它有实习一万个小时的，呃，数据包含了九十六种语言。然后它还它的那个语呃语音翻译的这个地方是对任何一种语言去翻译英语。然后这种数据呢，它大概是有十二点五万个小时，是这个一个状态。然后简单的介绍一下 Whisper 这个模型的架构吧。然后其实它这个架构没有是任何特殊的地方，因为它是。 想强调的是，他用了那个弱监督学习和多任务学习嘛，所以模型这个方面，他就是用了一个非常基础的，就是 transformer 的一个 encoder 编码器、解码器的这么一个模型。嗯，简单一看就是，呃，它的呃编码器呃左边这个蓝蓝的地方是一个编码器，右边是一个解码器，就是一个呃 transformer 的一个模型。 然后，呃，它具体的某一个部分，每每一个部分跟这个 v i v e to w a c 可以简单比较一下。v i v e to w a c 这边是用的是，呃，直接的是那个语音信号的这个波形的这个，呃，信号。然后呢，用一个 CNN 作为一个特征提取器，提取这个 CNN 的输出呢，作为这个，呃，语音特征的，呃，语作为那个语音的特征。然后呢，这个 whisper 这边用的是一个 log 的梅尔频谱，它作为一个声学的特征。 这是他们的呃特征上的不同，但是这个特征上的不同，其实，呃，看之前的研究呢，嗯、呃，可能也没有对对这个最后的表这个性能的影响其实没有太大。嗯、呃，然后接下来呢，就是它那个编码器的部分，编码器的部分，大家一看大家也都很清楚，啊，都是两边都是用的 Transformer 这个编码器，所以说这个部分其实也差不太多，可能那个层数啊，会有一些不同啊，但是那个模型的这个结构是一样的。 然后，嗯，最大的一个不同的地方呢，就是，呃，一个是那个 wave to back 这边，嗯、呃，它是用的是刚才那个田博士介绍的那个 CTC，是中文叫连接时序分类。然后，呃，这个部分就是一个很轻便的，嗯、呃，尺寸也比较小的一个模型嘛。然后，呃，它做了一些，也做了一些简单的这个，相当于是一个序列的一个处理的这么一个工作吧。比如说，添加一些，呃，删删除这个，呃，重复的这个。 自己呃呃，字符啊之类的，做做了这个工作，呃是相对简单的一个模型，然后呃工作没有那么复杂。然后右边这个就是他用的是 transformer 的这个、啊、，whisper 用的是 transformer 的这个解码器，它是但用了很多的这种 attention 呃注意力机制的这个呃模块，所以它在模型模型上是呃复杂很多。然后这个作者他们就认为是、这、一个其实这个要用这个复杂的这个解码器呢。 呃，所以就能给他们的这个鲁棒性得到一个很大的一个提升，他们认为这个是鲁棒性提升的一个、呃、比较主要的一个原因。然后，其实这个解码器就是相当于是，虽然说不是一个，大家知道可能知道哈，就是语音识别里面有呃语音识语音模声学模型，还有那个呃语言模型。但是这个这这个解码器呢，其实就相当于是一个呃不是用文字文本数据去训练的一个语言模型，而是一个呃用声学的一些。 呃，特呃分布吧，去训练的这么一个声学语言模型，大概所以说他们说我们有这个声学的语言模型，可能呃就那我们的鲁棒性就会学到更多的东西，鲁棒性会更好一些，这是他们的主张。然后的话，对他这个第二个就是说 h i s p e r 他用了，呃他做的是一个多任务的一个学习，然后他是用一段语音去完成呃几项四项任务吧。 语识别、语音识别、语音翻译，还有端点检测，还有语种识别，大概就是这个样子。然后这个呃解码器这边呃输它的输入呢是那个从输出引回来的前一个 token 的这个输出作为它的这个解码器这边的一个输入，然后把这个解码器的这个输入的这个嗯、呃，因为他们要达成这个多任务学习嘛，然后所以他们就要对这个解码器这个部分进行嗯、呃、设置一些指令。 然后让这个嗯解解码器能够去按照这个指令去进行这个呃各个任务的这个指定，然后去学习。然后把它这个分解一下呢，就是说，嗯，首先第一，呃，看下面这个图的话是有他们有一定的概率呢，是给这个呃那个呃解码器这边一些上下文，比如上上他们说的是给上一段音音频的一些上下文，然后能够帮助他们解决一些呃含义模糊的音频。 然后呢，这个，呃，他们这个这个这个指令呢，有一个呃开始转录指令，然、呃、后看到这个指令呢，然后这个语音就开始转录，然后语音开始转录以后呢，首先要看这个这这块是不是一个语音，是有没有人在说话，还是说是一个背景音乐，还是说一个空白，然后这就是要呃过一个叫语音端点检测这个 VAD 的这么一个模型，这是第一个任务，然后第二第二个任务发现这是一段语音了以后呢。 然后他们就要去做这个语种识别，做一个语种识别的一个训练，呃，这是第二个任务。然后接下来，接下来呢是接下来两个任务，呃，一个是语音识别，呃，另一个呢就是那个语音翻译，就是某一种语言语言去翻译成呃英语的那个文字，是这是接下来的它的两个任务，一共就是这四个任务，然后。 在每一个语音识别的那个训练的过程中呢，它的它有两种模式，一种是那个有标签、有时间标签的，也就是说你的这个给它的训练的数据里边是有有文字啊，有但是同时还是在文字之前呢会有一个开始时间，然后文字之后呢有一个结束时间这样的一种呃时间标签，他们用这个时间标签去可以用这种时间标签的模式去训练，那这个、这个其实还是跟我们平时。 呃，我们之前做的那个语音识别还是有一点不一样，这个直接把标签打到这个文字指令里面了，打打到这个文文本的前后了，就是直接通，相当于是用一个指令输进去了。然后另一种方式呢，就是说是可以需要没有时间标签的，就是纯文字这种训练。然后这种训练模式也是其实也挺必要，尤其是对我们这种，呃，比如说我们之后想拿到工业上面去用它这个模型。 去进行一个微调，然后就然后在我们的一些服务上面去使用的时候，它这个模式就非常重要，因为我们得到的很多数据都是实际上没有时间标签的，只有一个文本，就是一段语音一个文本这种情况是很多的。然后它有这个模式呢，我们就可以它它训练的时候也也这样去做嘛。然后我们呢就在用我们自己的数据的时候呢，其实也可以用它这个模式去进行微调，这还是挺方便的一个模式。 对它的模型的介绍呢，其实就大概就是这么多了。嗯、呃，那个它一共公布了一共是五款，呃，根据尺寸不同啊，五五款模型吧。一个是，嗯、呃，可以看到什么 tiny base small medium large，嗯、呃，它有各种层数啊，它的宽度啊，还有这个它那个注意力的里边呢有多少个头啊，这些参数都都摆在这里。它它的参数最大的是。 用了十五亿左右，那十五亿是一个已经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模型了。然后相比一下，之前我们刚才也说了，那个 Facebook 的那个 v a v e 2 v e c 那个二点零的那它里边有一个叫做 Large 的一个模型，它那个 Large 其实才只有三兆呃，不三亿左右的参数吧，大概是这么一个尺寸。所以说 V w h i s p e r 还是挺大，数模型的尺寸还是挺大的。 然后接下来呢，就是对它这个模型进行了一系列的测试。首先是他嗯说的，他他们强调的是我们这个模型的鲁棒性很强，所以说他他们说在我们这个模型在不微调任何呃数数据集的情况下呢，我们就是 zero shot，去完全就就在各种数据集上去测试看一下这个结果。然后同时呢，他还呃呃准备了一些。 就是只训只训练在某一个叫做 l i b r y Speech 的一个数据集上的一个一些模型，在右边这个图上可以看到，这个只用 l i b r y Speech 的是个蓝点儿，然后 Whisper 是这个紫色的点儿。嗯，首先这个鲁棒性这个东西，嗯、呃，这个这个概念嘛，大家理解上肯定是你一个模型在嗯不管你是什么呃训练呃数据集上测试的话，你都应该达到同样的，比如说表现，比如说错误率。嗯、呃。 这个横坐这这个图里边呢，是横坐标是一个 l i e r i s p e e c h 的一个数据集，然后纵坐标是其他的 Common Voice 什么一之类的三个数据集。它理想，所以说它理想的它鲁棒性是非常强的话，它理想的情况下应该是在每一个数据集上都达到同样的呃错误率，也就是说 y 等于 x，斜率等于一的时候，这条线就是这个它画这个黑色黑黑色的这个线。嗯、呃，但是实际上其实。 毕竟这个这个，尤其是这个数纵坐标这个数据集，它是有应该是有一定的噪音的，所以应该是达到达不达应该理达不到它这个理论上的这个结果的。然后这里边他就拿一个人的一个表现作为一个比较，然后去看一下对比一下这个鲁邦性。然后这个人的表现就是这个橙色的这个点儿。这个人呢，分别在这个两个数据两个数据集上进行了测试。 然后，比如说，在这个 Libra Speech 它能达到百分之三的错误率，然后大，在那个纵坐标呢，能达到百分之十三左右吧，这么一个错误率。然后同时，它还画出了这个线，就是这个橙色的线，就是它的百应该是百分之九十五的那个置信区间嘛。嗯、呃，所以说人的呃人的性能基本就在这个位置。然后呢，呃，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Whisper 这个紫色的这些点儿，一里边是有。 大概有四个吧，是在这个人的这个百分之九十五的置信区间里面的，也就是说，这个 Viper s 的这个模型呢，它呃跟人的这个在这个两个数据集上的表现呢，其实还是类似的，能能达到这个水平的。然后，同时人也是相当于是没看过这两个数据集，人也是那个 zero shot，然后 Viper s 也是 zero shot，然后他们的主张就是说啊，我们这个模型跟人的水平是比较接近的。然后相比来说呢？ 呃，这个紫色的这个线，我们可以看到紫色的线斜率比较低嘛，比较小嘛。然后这个蓝色的线斜率是比较大，说明这嗯、呃、斜率比较大，说明说你在横坐标的这个数据集上稍微有一点点变动，你的变模型变差，你在那个纵坐标的数据集上的错误率变化的升高的幅度就更高嘛。所以说这个嗯、呃，仅在这个呃，就是这个蓝色这些模型，其实他们的。 呃，鲁光性不是肯定是这么看，就是不如这个 Whisper 好，就大概是这样一个呃结果。然后他们又跟这个叫 w a v e 2 v a c 的这个模型比较了一下，他们的这个在各个数据集上面的这种呃表现吧。然后当然，当然 w a v e 2 v a c 也没有只是在 LibriSpeech 上去训练，然后没有在其他的数据集上去进行微调。 然后他们两个人都是做一个 zero shot 的一个呃无微调的这么一个测试，然后测试的结果呢显示出来就是呃相比这个 v i v to vec 的话、mm hmm.，whisper 的呃整体的性能的提高呢大概有百分之十六到百分之七十五，平均能达到一个百分之五十五，所以说这个性能还是提升还是挺多的。然后尤其是它在某一些数据集上达到了其些其他的模型的微调以后才能达到的性能。 其实我看到这个，它这个表测测试的这个数据的结果的表格的时候，我第一眼我是，呃，看到这个阿米的这个结果，就是倒数第二个模型嘛，阿米 SDM 一这个呃错误率，Viper 这边是三十六点四，这个数据，这个这个呃数字呢，确实是挺让人印象深刻的，因为我印象里面之前看的一些论文都是，呃，一可能是之前的模型嘛，然后。 都是需要在微在这个阿米的数据集上去微调，然后才能达到一个百分之三十六点点三十六左右的这么一个错误率吧。所以说，这个 v s p e r 它也没有去微调，能也达到一个百分之三十六的一个错误率，这还是还是挺不错的。因为这个阿米这个数据集，多数于就是它是一个噪音非常大的一个，相当于是大家开会的这么一个呃数据集。所以说，呃，错误率其实是挺比较比较难的一个数据集吧。 嗯，所以说，嗯、uh,，Whisper 这个 Zero Shot 的这个鲁棒性还是看看起来还是不错的。然后接下来呢，他们又在嗯嗯不不仅是英语，刚才那个结果是英语，他们又在一些呃其他的多语言上面进行了一些测试。嗯，这个但是在这个测试集上呢，就嗯 Whisper 的这个结果呢，就是它用了两个数据集，数据集一个 MMLS，一个是。 Woks popular，呃，它就是在 M L S 上面的表现好一些，然后在那个 Woks popular 表现差一些。所以说，在多语种的话，嗯，这个你不能不能说 Whisper 就比其他的模型好，就现在还不能说。呃，他们自己论文的作者他们说呢，可能是说他们考虑是不是这个，呃，这些数据集有可能在这个 w a v to v e c 的或者是他他们那些其他的数据集里边。 那和其他的模型里边混到了他们的训练数据里面去了，是不是有这种可能性？嗯、呃，其实呃也有可能嘛、啊，但是这个东西还没有抓住抓住证据，所以嗯、呃，只能说现在对多语言上面应该是还说还说说不好。然后在翻译性能上面呢，呃，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他们将那个 Whisper 和这个几个四个模型进行了一个比较。 然后这个里边这个 high mid low 是这个表格里边的标呃第一行的 high mid low 是呃他们的呃数据集是嗯、呃、是,是是很多的数据量还是中等的数据量还是说他们有很少的这种数据量？因为他们其他的这些模型他们是可以去微调的嘛，然后这个 Whisper 他们是他是那个不不去微调的嘛，然后所以说在这个 high 就是高的数据量这些数据集上面，这 Whisper 其实是。 没有达到最高的这个呃表现，它的 blue score blue 的那个呃得分呢是大概是低一点儿。那但是在这个中等的和这个低的这个上面呢，呃，whisper 的表现还是超过其他那几个模型的。然后总体的它的表现也是平均嘛，相当于是也是呃比其他几个模型强一些。嗯、呃，不过不过也是它用了六点八万呃六点八万个小时的这种。 呃，某种语言翻译英语的这种数据进行这这这个训练嘛，也是，呃，影影响是很大的，所以说它这个学学到的这个那、这个翻译的这个模型的这个效果其实还是可以的。嗯、呃，然后在这个语种识别上面，呃他们也去进行这这个任务，他也进行了一个测试，然后跟其他两个模型去比较了一下，但是发现这个在这个呃。 嗯、呃、，f l e u r 这个模型，这个数据集上面呢，这个 Vesper 并没有超过高于这两个数据集。嗯、呃，但是，嗯、呃、，Vesper 他们解释就是说，呃，在这个数这个测试集上面，其实它的 Vesper 并没有包含所有的这个测试集里的语言，就是有二十种语言他们是没有的，也就是百分之二十左右的语言他们是没有的，语种上他们是没有的。所以说，理论上最大的正确率是百分之八十点四，然后。 他们也在这个，只是这个八十二，他们有的这八十二种语言上面测了一下，能达到百分之八十点三。嗯、呃，所以说可能是，嗯，他们虽然说没有去在那八十二种语言去直接比较吧，可能这个 Whisper 跟上面两种两种模型的，呃，表现在语种识别上，可能也是差不多的。 然后接下来呢，就是看了一下，他们还分析了一下他们这个呃语音翻译跟这个数据量的一个关系。那么同样还是呃测试了这个呃 F L E U R Flurs 的这个数据集。嗯，左边呢，这个其实我同时列出来这个语音识别的这个图，还有右边是这个语音翻译的这个图。那左嗯、呃、左边这个图呢，先看一下左边这个图吧。左边这个图它是一个。 语音识别，横坐标是语音识别的数据量，然后纵坐标呢是那个呃单词错误率，嗯、呃，也就是说语音是按正常来说就是语音识别的量，那数据量越大的话，你的单词错误率肯定是越低，然后它们应该是一个负的一个相关的关系，然后它这个图图呢也是显示出来啊，确实是这么一个关系，然后呃而且呃它这个这个决定系数就是这个 R R 的平方 R square。 它是达到了一个零点八三，就是说，呃，相关性是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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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的这么一个系数，呃的的,的这么一个关系。但是呢，我们看到右边这个语音翻译的情况下呢，语音翻译这个也是，呃，横坐标是，呃是是数据的时长，纵坐标呢是那个补 l 的分数，按按理说是应该是一个正正的一个相关，数据越多，然后就补 l 的分数越高，按理说应该正的相关，但是。 但是在右边这个语音翻译呢，它就它们的那个决定系数就是只有零点二四，这 R R square 只有零点二四，所以说，呃，它的这个相关并不是那么的像左边那个图那么的明显，就是你数据增加的越多，但是你这个 blue 的这个分数呢并没有升高那么多，嗯、呃，就给出来一个这么一个结果，然后他们对这个是嗯、呃、这个现象的一个呃。 定义呃的的的的的的结论呢，就是说可能这个 blue 这个就呃这个 flers 这个数据集上面，呃它毕竟是有一些是他们没有的，他们训练数据里不包含的一些语种，刚才我们也介绍过了，所以它这里面会有一些错误的识别，把把那些语种也都放进来了，然后呃去去训练的话，就是呃会有这么一个导致这个模型的性能呃嗯、呃、没有那么高。 嗯，反正总体来说，我们在我们嗯、呃、以后可能去去呃讨论去测试它这些呃模型的时候，我们的认知就是它的语音识别还不错，但是它的语音翻译好像呃就是没相比语音语音识别来说是稍微差一点，就是这样一个看法吧。然后接下来就是最后就是说有一些数据量的增加对这个。 嗯，对对模型的影响，嗯、呃，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就最后两行嘛，它数那个训练数据达到了五万小时的时候，是大概，比如说这个英语的单词错误率是十，然后但是达到六十八万小时，增加了十十二倍左右嘛，它只下降了百分之一的错误率，所以说这个数据增加其实到最后对这个表现的这个提升并没有，就是很平缓，没有说。 非常的非常大，就是大概这么一个结果。然后的话，呃，这个是，呃它的模型对于一个对于噪音的语音的这种呃性能，它的鲁棒性是怎么样的？然后，呃，结论来说，它就是它的错误率的上升呢是比其他模型要要慢的，所以鲁棒性稍微好一些。然后图呢是在右边这个图。 这两个图，比如说我们看这个呃白噪音 white noise 这个图的话，这个五角星是这个 whisper 的这个曲线，是它随着从左到右呢是这个数据从低噪音到高噪音，也就是说错误率应该上升嘛。然后我们看到这个其他的模型呢，就是在可能在十到二十、呃，呃呃新噪比二十降到十的时候，它就已经呃错误率的变动就已经提升就已经很快了，很很高了，但是。 Wisper h 它这个相对于其他的这个模型来说呢，还是呃错误率的变动还是稍稍微慢一些，所以说鲁棒性是稍微好一些的。这个也没有了，然后嗯、呃，接下来呢，它是还相当于对比了一下跟其他的公司的一些产品的模型的这个性能的比较，然后它一共比较了这里是七个数据集，然后嗯。呃 然后，呃，它的那个测试的语音对象是长语音识别，因为为什么这个地方强调长语音？它是，因为 Wisper 它是训练的时候，它是只用了三十毫秒，呃，三十秒的一个，呃，呃语音数据，每一个数据都是三十秒，然后输进去训练，训练，训练是这样去做的。呃，然后，但是对于长语音呢，我们知道肯定我们用的，比如说会议啊，还有什么，呃，这这种语音，它都是几分钟啊，或者是多少上小时的这种长语音。 然后，Whisper 这边它是做了一个呃窗口的一个横移吧，就是三十秒它一直在横移，然后去去做最终做的这个长语音的这个识别，然后结果呢就是这样一这些一些比较吧，呃，可以看这个，我估计这里面 Company A B C 公司 A B C D 应该就是什么谷歌呀，呃，微软、亚马逊之类的吧，然后比较来说，可能 Whisper 在三个数据集上应该是。 那呃，它的表现应该是最好的，在四个其他四个数据集上，它并没有表现最好。嗯、呃，不过这个里边，它因为它用的是去年九月份的模型了，然后因为今年其实三月份出来一个谷歌的一个 USM 的一个模型，那个模型号称是呃比 Whisper 是要提升，好像提升百分之三十的性能，还挺挺挺惊也挺惊人的。所以说，呃，那如果用谷歌的最新的模型，可能这个图就要更新了。 可能维苏尔就不如谷歌的那个 USM 了。然后最后它是跟那个人的呃结果专业打标签的这些有有一些提供专业打标签的这些公司嘛，然后就是这些就是人相当于人的最高水平嘛。然后它是维苏尔结果跟这个人的这个水平进行了一个比较，呃，A B C D 还是说之上一页介绍那个四个？ 右边这个图的 A B C D 还是上面介绍的是那个四个公司的模型，然后呢，呃，F G H I 呢是一些呃用人打标签的一些服务的，然后他们的这个错误率，然后这个 E 呢就是相当于是呃用了应该是用了先用 A S R，然后呢再用人去改错的这么一个错误率吧，呃，对，所以说这个 E 肯定是最好，应该肯定是最好的嘛，它是用了两种模式嘛。 然后可以看到这个 Whisper，它这个八点八一跟右边这个四个 F G F 到 I 的这个四个数字呢，其实还是呃基本落在他们这个区间里边嘛。就是所以说，这个 Whisper 这个模型还是跟那个人的这个测试的这个结果还是表现结果还是差不多。的。嗯，但是它比这个两个加在一起是是是要差的嘛，是被人和 ASR 同时用的这个是稍微差一点。 大概是这么一个结果，哦对，然后最后还有一些我也在网上看了一些这个 Whisper 的一些缺点嘛，呃，比如说他们的自己的这个嗯 GitHub 上面的一个讨论区里边，呃，就有这么一个话题，就是说他有一个人想用他的 VAD VAD 就是语音端点检测，呃然后那个他们的那个呃维护的人员就是说啊、呃、这个可以可以做，但是说你可能是用一些外接的一个 VAD 呢，你的效果会更好。 所以说，这个它的语音端点检测，而且它之前的这个论文里面的介绍，其实语音端点检测的这个性能呢，它也没有介绍。嗯，所以说它的语音端点检测应该是它的一个做的不好的一个地方。然后呢，这个也是一个，这个不是我做的，是一个网友他做了一个测试吧，他花了很多时间去做了呃微测试的一个测试。嗯，可以看到它的一这个应我认为它的出现，它列出来这些错误的这些嗯、呃。 模式吧，我认为就是应该是语音端点检测的它失败、失误的一些例子。比如说这个第二个，它只有一个单词是一个 deck，但是它的识别出来是一堆呃一二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一大堆的这个数字嘛。这个肯定就是语音端点检测，就是可能一个 frame 就变成了一个呃 token，或者几两个 frame 就变成了一个 token，然后就是结果它一个只是一个单词一个语音，但它,它被结成了大量的这个。 呃，token 的这个序列，所以最后造成了这么一个这种错误嘛。所以说这个应该是它的语音端点检测的一些问题。然后，呃，还有一些，嗯、呃，还有一些问题嘛。这这个问题可能不是它，嗯、呃，也也也是比较引人注意的话就是它有一些非常严重的这种，呃，语包括就是。 比比如说倒数这两个倒数第二个例子吧，它的输入本来是一个 herdory shimmer 的，但是它测出来的是一个 he y did lose your man，就是非常的夸张的这种错误。嗯、呃、，Viper 里也是有的，这可能是是它的声学语言模型这个部分的一些问题吧。然后呃，其实在他论文里边呢，他虽然没有讲他的呃 VAD 的这个性能，但是他讲了一下。 呃，如果结合外部的一些呃模型或者是一些追加的一些呃参数，会能能不能改善他们的模型？这点他们讲了，尤其是这个地方是加了一个 VAD 以后呢，他们是说，哎，比不加能够提高百零点儿，这可能就百分之四左右吧的相对的性能的提高。 他们也是有这个结果，所以说他们 VAD 确实是应该是有问题。然后大家要如果是要用的话，可能是自己外接比较好。好，我的分享结束了，谢谢大家。啊、哦，感谢那个那个张聪颖博士那个精彩分享，讲的非常详细啊，在语音哥哥这个这个大模型里面讲的特别详细。大家有什么呃需要问的吗？还有交流的吗？那个问题问张博士。 <那>哦，你好，我我我我有一个简单的问题，非常简单的问题，就是我叫周军。那个谢谢分享啊，就其中有一个那个图，就是里面是标的那个，好像是鲁班星的那个图吧？对对对对，这这个里面就是说橙色的呢，它只有一个点，是为啥呢？就是说这这个没太没太没太明白，就是说它为什么不是多个点？哦、呃，橙色的是就是人呃一个模型。 它这个一个点呢，就是一个模型是吧？OK OK。对对，明白<瞒>它,它只有一个人，嗯、所以就只有一个模型。嗯嗯。啊，它是根据人来的，是吧？嗯。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就刚才那个，就是结果当中啊，它有一个就是最后的那个介绍的那个结果，就是说那个有有那个电脑辅助的那个，那个是效果最好的嗯。E E 这个对吧？那我就刚才就在就在想它。 他他他那个只是人单纯的人，他效果其实也不是那么好。然后他就是说前面就是有其他的这个就是算法什么的辅助的话，对吧？他就效果最好。那他这个能不能就是就是说他用两种，就是说，比方说他前前面那个我不知道辅助的是什么，是有可能是其他的这个算法怎么着的就是他他也就是说。 就是什么意思？比方说其他的这个辅助的算法叫 Whisper，它会怎么样一个效果？这只是一个单纯的好奇啊。就是说它这种，就是因为它最终我的感觉吧，就是说这种这个翻译的这个后期，我估计可能就是真正高水准的这种即时翻译，可能被替代没有那么容易。但是基本上那种就是日常的这种这个这个绘画的这个翻译啊，然后还有这个。 就正常的一般的商务的这种翻译，我感觉就是说，可能还是会，在比较比较近的这个将来就会被被替代掉，因为感觉这一块的话发展挺快的。嗯嗯，对，您您说的就是，对，您说的其实就是，我觉得，呃，现在的主流，因为我们平时也会接触一些打标签的公司嘛，那公公司里面做做东西的时候。 呃，其实我感觉他们都在用这个计算机辅助的这种打标签的方式，哦、嗯,嗯,嗯然后他们一般都是找一个，比如说用某一个公司的一个语音识别模型，然后先识别一个大体的这么一个结果，然后他们在那个基础上去改。我觉得，这是他们的现在的模、嗯、对，其实我刚才就为什么就是想到这个，就是换句话来讲，他在那个前面的其他的语音模型的结果的基础上，他在做一些。 就是订正跟纠正，是吧？就是他如果在这个，就是这一块也去做一些这个研究的话，那他实际上就是说在已经就是说怎么讲，就是说在做一次性的这个呃第一第一级的这种翻译基础上，然后他再去做纠正，他在纠正，他肯定还是背后还是有一定的这种这个相关的这个知识储备的，对吧？ 他如果把这个收集起来之后，因为到后端他肯定就是做纠正的部分，他其实他的这个数据量是越来越少因为它，比方说你一级的这个是正常来讲呢百分之八的，你就平均来讲百分之十的错误率，也就换的话来讲百分之九十它都会是是正确的，对吧？那也就是再往后的话，比方说一级、二级，它甚至于来再再来个三级的这种这个纠错。 但它这个精度应该是更进一步的提高的，<laughs> 不，我这这个完全是一种，就是说一种比较比较外行的这种这个直线的这种想法，没没有具体，对我我我的这个就这么多，谢谢，谢谢。我齐力木哥，我想问向张老师，呃。 问一下一个最简单的一个问题，那个语音翻译那边应该是二十三页，嗯、呃，这个语音翻译的这个右右侧的这个 graph 上面，它是呃写着语音啊语种识别的错误结果导致的，这个是呃它已经是证实了还是呃还没有证实的一个结果呢？啊，这是他那个作者的那个。 他的猜测吧，这个、猜测，而且他有有那么一两个语言，他举了个例子，好像是哪个我不记得了，反正是他他论文里面写的。哦、呃，那我呢？我是我能呃知道是呃，大家应该是都是三种语言这样。我是蒙古族，然后我是从各种语言，就是日常都是呃交涉的这种的一个环境。 所以我在，呃，我听到这个之后是想的呢，它是因为呃语法的识别上的问题呢，还是呃比如说呃语顺呐、啊，这些语语呃语言的体系，可能各种语言呃都有体系，比如说日语和呃英语来说啊、呃，不是日语和蒙古语来说，它是语顺，呃完全相同的，然后机械翻译过来，它是。 呃，不论是语音还是呃字面上的翻译，它是很简单的。但其他呃中文呐、啊、英文、蒙古语这样混淆来说，它的语顺呐、啊、语法，然后呃，比如说里面是有多义词啊，呃，它是跟这个是也有过呃相关的证实吗？这样想知道。哦，这这个地方可能是我解释不太清楚啊。 呃，我我再解释一下，是因为它这个测试集，它是用这个 Fluores 这个数据数据集，然后它里边是有一百零二种语言，嗯、然后但是这个 Vesper 它的这个训练数据里边只有八十种吧，好像是，嗯、就是，嗯、呃，在测试的时候，它可能把一些就是本来，因为它只有八十种，它只认识八十种。 然后，但是你给他一百零二种的话，他就可能有把一些本来不属于他这八十种的呢，就给也也划进来了，也识别进他这八十种了，就有一些错误，他的语种识别的时候，嗯嗯，但是本来是一个根本在训练数据里面就根本就没有的一个，我只是错误的把它拉进来了，然后我再去对它进行翻译的话，这个其实就是相当于本来就在做一件错的事儿，它根本不可能翻译对，是就是这么样一件事儿。 那可以了解为，可以理解为，它目前是仅仅是一个机械翻译的一个状态吗？嗯、呃，我觉得准确的说，应该是说，它是任务分了好几层，它它的上一层出了错，嗯、然后呢，它这个上一层的错影响了它下一层的这个表现，它的语音翻译这这一层的表现被上一层影响了。嗯，你迭<它>代性上面还没有改善好，是什么意思呢？ 嗯那他可能在这个数据集的控制上面，我觉得要注意，把那些没有关系的数据是不是要测试的时候，我不知道具体他怎么操作的，让他测试的时候平就是排除出去，应该会比较好吧。嗯，谢谢老师。没有没有，谢谢谢谢。家人有有什么问题吗？那那如果大家没有问题，那我们就谢谢那个、呃聪颖那个精彩的分享。